家的这些企业，它内部还是就充满着活力，而且是极力想要贴近我们年轻人，就是我在从中就感受到他们的用心跟亲近心。他们也讲是他们分析的或是跟我们分享的一些东西，就让我们就大开眼界，原来业界是这样想的。真的是千人行销竞技的感觉，大家能够冒着雨来这边参赛，我觉得这就已经是一个年轻的力量。我没有想过这是一场会那么盛大的竞赛，我们想要就是突破自己。